Tanaka Wakira Bios， 看起来是有去靠近实力帮我去冲账，可以的话建议就把它定了吧。为什么？啊，我居然被找中了。他在生前是不幸溺毙而死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，相信大家都听过日本娃娃的都市传说吧？如果还没的人呢，可以留右上角连结去看一下。那我这一集呢，买了一只没有灵魂的日本娃娃。据历史上说，越少使用的娃娃，灵魂越容易进入。这一只 Sayuri 娃娃的卖家他说，这个娃娃里面正式住着一名叫做 Sayuri 的小女孩。她在生前是不幸溺毙而死，最爱的东西是月光石，月光石的又名为夜能之石，据说在满月的时候佩戴，能够提升人们的知觉与超自然力的功效，所以卖家就附上了要召唤沙鱼出来的条件，找一个可以清楚看到满月的地方，周围不能够有水，不然它是不会出来的，把自己的头发跟他的头发撮合在一起，据说晚上的时候我们睡着就会梦到 Sayuri， 甚至是在房间内看到他的阴影飘过去。对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勇气拿着这只娃娃，因为其实我自己看起来我是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可怕，就一个手工陶瓷娃娃的感觉而已。我不知道做完都市传说结束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 OK， 那我们就走吧， GO。那我们刚刚出发之前呢，黑哥跟我说他也要参与。你信这个娃娃的故事吗？不信啊！就算上次你躺在坟墓流鼻血，你还是不信。不信。黑哥就是蛮酷的，他说他一定要真的看得到你才信。这次我就来试试看看不看得到，因为这次是一个网络上买恐怖日本娃娃嘛，我们照他的方法做，我们会不会产生跟他有连结，看得到他的魂这样子？所以今天黑哥就跟我来了，刚好今天有月光一天，跟他的条件一模一样，那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现在就是要往上走入这个树林，然后看走到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那个仪式，会不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吧。真的觉得有点恐怖，这个地方的气氛啊真的都非常的诡异。我觉得前面这里看起来都有跳旁边有声音吗？有。你知道我在你很累那一集啊，然后跟阿景上后五地走到一半，突然听到刚刚那种啪啪啪那种声音，看这么巧，会不会让我有点怕？应该是还好，我们上次回去也没有什么事，只是今天我们带的这个诅咒娃娃，我觉得有点，上面不知道是通往哪里，越来越黑，真的越来越黑，已经快要看不到我们的脸。这上面是拱，对，就那个拱，这应该差不多了。好酷哦，一个洞哎，那就是要这种条件，月光刚刚好，月光穿梭在树林之中，对着那个洞召唤咒语。那懂吗？仪式要你进行还是我来？我来好了。好，自己的造业我自己担。那你要跟我一起把头发放进去吗？放进娃娃的身体，然后就听你晚上会梦到它。好，首先在一个月圆之夜，走到树林照点地方，拿出这只娃娃。你说 ，Anata Wakira Dios， 就是你好漂亮的意思。接着拔掉一根它的头发，有点诡异。然后我要拔掉自己的一根头发，头发很茂盛，还有动动念要一根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娃娃带着跟我们一起走下山。回家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梦到他，甚至在房间看到他的身影这样。我听到声音。啊？我听到一个脚步声。我认真听到一个脚步声。脚步哎、欸？脚步声。有点往上面很出来的很，是这里啊，不是在左边。这个吧。有听到？我刚刚又听到一次。哎，我想尿个尿。你想尿个尿，下去尿啊！你觉得这个娃娃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，一样恐怖、哦。我觉得这个娃娃没有变吗？回去的时候看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？都会期待吗？有一点。刚刚听到那脚步声到底是什么？人踏的那种脚步声，一下。今后到底会不会相信有这种东西的存在？好，目前你是还不相信的，对不对？不相信，完全不相信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去看。刚刚结束回到家里，我跟东东都说好，今天这个晚上呢，如果我们做梦有梦到什么东西，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马上拨打电话给对方。自己目前感觉一切都很正常，反正我就睡吧，睡着了就睡着了，没睡着的话，我觉得每一个小时记录一下我当下的感受。上床吧。
时间是一点整，自己觉得我长得越来越像鬼，觉得我眼眶很黑，还是我错觉嘞？看起来就很正常。那为什么电脑是开的呢？因为我刚刚躺一躺之后我睡不着，就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。两点见。现在是2点，我是睡不着了，所以也就不可能梦到那个东西。然后我刚刚密了东东，他现在还没有回我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3点不要见，因为我想睡觉。真的？没有啊，你那个之后你有怎样吗？我现在就昏昏的，可是没有梦到什么，也没有看到什么黑影啊，也不是睡不着，就一阵一阵的，一下起来，然后一下睡，一下起来，可是都是浅眠的感觉。你没有做其他事？没有，就是躺，我一直想睡，然后就。睡不好，因为我也是到刚刚，现在也都没有睡着。你也是，我就跟你一样，是我虽然是蛮常失眠的，没发生什么事。我之前跟阿丁永和的笔仙的时候，我回去也是失眠，那是我第一次。我家附近有一间庙，听说蛮灵的，看要不要去问看看这样。是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去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娃娃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心理作用这样。等到今天有什么状况再随时联系这样。好，我再跟你说。先睡啊，拜。刚刚东东打来，我就跟他约好明天要一起去他说的那个庙里面问问看，里面那个师傅究竟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跟那一个娃娃有关联，明天去看看吧。这个开始觉得怪怪的，那它就是一个跟你们磁场不是很合的东西，那可以的话，建议就把它丢了吧，不用留，买别的吧，不要买那个。好，如果你们玩都觉得怪怪的，那还会好玩吗？应该不会好玩的吧？看起来是有去靠近水的地方，你就冲到水的地方，最近有去玩水吗？有去海边、溪边、河边之类的吗？水的地方。周围不能够有水。他在生前是不幸溺毙而死的。水的地方啊，最近这个卦看起来是有些靠近水的地方去冲到，丢了吧。好，直接把它丢了吧。好，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你现在不好睡，我就帮你记一记，帮你收金。好。我觉得剪辑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是 NVI 的2906，有一个2906原版。给你看一下，首先在一个月圆之，应该差不多在对这个，你看它有个六，好，对呀，什么？那等下会啊。然后你说 ，Anata Waki Radius， 我读不到脚，太黑了。甚至是我现在相机原档还没有上，拿出来给你们看。